继续加油，好好好。在结束甲地方人士的座谈以后，副总统吴敦义走出会场，鼓励林明进继续加油。座谈会中，吴敦义不断向地方人士推荐林明进，请求大家一定要全力支持林明进当选。吴敦义离开前，也甲林明进以及国民党南投县党部主委李铁华讨论选前最后努力方向甲加强的所在。针对李文忠惊质疑国民党有买票拿烟计划，李铁华表示，这种讲法是莫名其妙。我们事实上觉得他好像活错时代了。他不管提的什么蓝鹰、什么蓝鸟，我们事实上在我们现在的党部的辅选作为里面，根本都没有已经这些的工作了哦。那当然，我们事实上是要最主要防范对手哦。事实上，用一些傲步的方式，然后再影响选民的投票行为。所以当天我们也有监票人员。对手当时对林明进提出三个质疑，林明进表示，这种问题是让人感觉真好笑。林明进强调，伊选过两任立委，拢是清清白白参选，这是大家拢知影的代志。对手这种天真的想法，伊怀疑是做差颠倒地画了叉。啊，伊大拢想甲遐好吼，想甲天真哦，所以我是上担心的是啊，做差啦、画了叉的人哦，上可怕哦。啊，所以李文忠啊，我想啊，你要有健康的思想哦。卖哦，宝宝拢想遐歹哦。现在最怕的就是你自己哦，啊，去做一挂假的买票，啊来诬赖别人哦。我从来都唔捌想讲哦，李文忠，你这讲这三个条件，你家己做啊未？我想担心你尔啦。林明进强调，选战的最后阶段是伊才需要预防对手出后步。伫嘉义市国民党的候选人已经面临这种情况，因此伊将更加提高警觉。伊无钱通买票，嘛无可能去买票，只会全力以赴来拍赢这场选战。记者王昭成采访报道。